减脂期间白米饭吃腻了，那就试试这个七色米的新吃法吧，搭配番茄鸡胸肉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减脂餐了。最近真的太迷吃健康餐的嬴政了，他一看到米饭都双眼放光，那看到这个热量更低的七色糙米应该会更吸引他的注意力吧。今天这个鸡胸肉的做法也推荐给他呀。对了，我最近在参选天猫超市实力超官哟，快来为我打 call 吧。一口一个的鸡肉丸，伴着酸汤的番茄，充斥着整个口腔，加上低脂的七色糙米，减脂期也可以吃得快乐呀。